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由元大投信公司所推出的指数股票型基这个基金 ETF 00940，讲这个股利是不止啊高，真好康。所以为三月十一开放申请购买了后，是造成全台湾的加力啊风，真侪人是烧钱买。啊，今仔日是申请购买上尾啊一天，工作人员电话接未了，拢是咧问讲要安怎来开户，安怎来申请，安怎来买。也毋过专家特别来提醒，讲爱谨慎，讲这个世界上无啥是稳赚的，只要是投资都有风险。94.0啊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老实讲啦，我们老实说，今天开户不一定能成功。今晚上的工作人员电话接不通，大部分都在问高股息 ETF 00940，是咪赶在15号申会期限之前开户买落来？不过真侪人真早就伫咧开户。朋友有，还蛮多人买，他们是做长期投资的，而且他们大半都超过100万了、啊，有的人400万，有的人100万。刚出来那几天，他们就拼命的在揪团要一起去买这样子。揪团开百外班到处当坐车，我有朋友看到，敢那回收马杀掉顶八卦去开证券核心课，阿拉商业界一科，空空九四空，新股可能冲起了到2000亿，不过到处名人提出家己的观点，讲即卖股票已经被挖到满天，即卖买 ETF， 那回温到1.5%，哪里都不缺钱，会存偌济？它的价格是跟它的一个每股净值，哦，大概是呈现所谓的正相关。那并且要溢价或折价很多的话，理论上来讲也不太可能了。如果想要投资，还要看时间地点。关台证券原本公告3月14号开始送件，包括保件，无法度保证伫咧期限之前完成开户。不过透过新华发声明强调，同款正常受理。啊，咱富邦证券公告开户审核进度要过关时间，可能影响申购。高山证券已经拒绝受理。台新证券申购作业收件，干到14号为止。剩诶惯常收件嘛，维持正常。啊，咱证监局讲，若是伫咧今仔日下晡4:30之前符合完成扣钱汇款，含上行购书都接受办理。布局的话，我会认为你要分阶段来进行，而不是 all in。专家嘛提醒，投资上惊家己伫咧共享，待做好评估风险，好好规划，谨慎布局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